面具还佩戴铜铃一起吓走恶魔，为村庄带来健康以及丰收。新闻最后带你一块来看更多资讯，也请您锁定中视新闻 YouTube 频道，同时要记得帮我们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并且开启小铃铛。感谢您的收看，我是林佩杰，稍后也请您持续锁定中视新闻台。